Dr. Edmond 就是在线上就是给大家做这个咨询，跟大家介绍这个产品的嘛，对不对？还有让大家知道分享更多这方面的知识。但是今天哎呦，很多人就说哎 Steven 不要只是看到 Steven 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小鲜肉，很多人讲他是小鲜肉，哎，小鲜肉，小鲜肉坐在一边，等一下我就要请他出来。这个想看直播，当然我们也是朝着这个潮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做个交流，不要因为疫情而少了这个交流，好不好？我们还是有温度的交流。所以 Steven 呢，今天在这个 Gen Auto Mid Valley 二楼的 Gen Auto 旗舰店这边呢，跟大家线上交流的。所以我们线上一共有42个人，哎，对对对，我在看43个人。OK， 我们还差7个人，还差7个人就可以马上送出我们第一份的这一个799令吉的这一个我们这个配鞋垫啦，这个更精准的去帮你去解决你问题的话，有定做的。但是这一双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不错了，因为它的度数，它的度数跟普通在市面上我自己本身呢、啊。Before 我认识你之前哦，我也是有买的嘛，但是我买的就是那一种普通的嘛，对不对？对对对。那你普通你穿久了不是很快就陷下去，就是很快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越穿脚越不舒服？对对对。啊，顶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说有差别的。是有差别。来，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同时间呢，我们线上很多人写 I love Gen Auto， I love Gen Auto。对对。OK，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现在要赢取的就是这一双我们的鞋垫。哎，我手上拿的是一只，好不好？那我们要赢取的是这一双鞋垫，你看它的度。你看它的 arch， 你看它这个很特别的这个设计，好不好？它这个鞋气倒数60秒，我第一个刷屏出现在那个我荧幕上面的这个 I love Gen Auto 的朋友呢，将会赢取我的第一份799令吉的这个我们的鞋垫。你看都在 M 那边也是一双，对，这个是一双 ，OK， 不是送你一只，不是送你一边，不是送你一边，好不好？我们是送你一对的，对，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我们是送你一对的，来 ，OK， 倒数。10 9 8 7 6 OK， 快点打，帮我 share， 一定要去 share。5 4 3 2 1 OK， 我刷屏，帮我冲，我看一下线上还有 Fanny Chong 还是 Teresa Loy， 他们很现、啊、谢谢大家，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你要不要奖励给大家看一下、嗯、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腹肌，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腹肌，推他出来，推他出来、啊、如果你们想要就是想要运动变成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马上帮我分享出去，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私人教练，会教你怎么样做一个 proper 运动、嗯、然后都在 Edmond 就教你怎么样帮你康复的这个旅程呢是很顺利的。哎，都在 Edmond 他们是玩土玩，而且他们并不是卖了之后然后他们就没有售后服务，他们卖了之后啊，他们还可以线上跟你就是做这个咨询的。哎 ，it's different， OK， different from outside Pasamalang， you buy one， I tell you very different， OK， Pasamalang 今天你买了之后，不知道下一个星期、下个月那个人有可能还在吗？这马上送完，当然你送的时候你要帮我冲人流量，帮我冲人数，冲到100，最好就冲到100，好不好？不要少过。我今天我的 Doctor View 我要冲到多少 ？Doctor View， 我告诉你 ，Doctor M， 我答应你 ，Doctor View 10K， 好不好？这个。我答应你，我们要冲。还有 Sally Young， 我们有新朋友 Sally Young 进来了 ，JY 七也进来了。好了 ，Alison， 哎，谢谢，就是你恭喜。哎 ，Alison， 你刚才也是有赢嘛，对不对？然后 JY 七，哎，我刚才已经跟你打声招呼了。还有这个，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下个星期日下午一点，下个星期日下午一点，我们或许还送别的东西，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产品。然后下个星期日一点，我们有一个营养师，他的名字叫 Priscilla， 我先跟大家做预告一下，营养师可以教你在吃方面可以怎么去。调理你身体，让你的骨骼更健康 ，OK， 让你的成长更顺利、更健康，快高长大。总而言之，你看我站在旁边，我就是小矮冬瓜，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吃对的营养。所以下个星期日一点，你就可以留守我们的直播，就知道怎么样的营养方案呢，让你们可以更健康，顺便就由 Dr. Edmond 照顾你的这一个足部咯。做这个 share， 还有 like 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动作 ，share， 记得帮我转发各大群组，好吗？同时间为了这个 Elise 这个美女叫 Elise， OK， 帮她刷一排爱心， OK。那我们今天在0.9 Super Darling， 我们要今天要跟这个 Papa Foodie 这个品牌合作做这个直播。来，噔噔， Elise 是 Papa Foodie 的代表，来自我介绍。有一个锅， OK， 只要有一个锅，可以加个热水，可以煮那个热水就可以煮了，5分钟罢了，就可以吃到很美味的这个本地食物。除了本地的，听说我们有新品，就是西餐哦。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拿篮子跟 Elise， 今天我们有这个美女帮我拿篮子。提篮子，你看整个人都开阔起来都
爽一点是，就是看美女不要看我啦，你说是不是？这我们需要什么性啊？我们如果想要吃卡江沙爹的话，本地卡江沙爹你就可以从这个 Papa Foodie 这把从零点这边购买。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手上这一个是 Kampion， 来给大家看一下 Kampion， OK？ 来 Kampion 呢，它价钱是6.98罢了。来 Kampion 它其实是怎么炒的啊？啊，有可能是一天忙完了之后啊，就是清理地。宵夜对不对？对，而且午餐妈妈如果是买了一些啊，放在家里冰箱啊，随时叮一叮啊，你不需要那么麻烦，因为你为什么还有很多家务要做的，对不对？还要洗衣服，还要抹地板，你想象一下，要洗衣服，要抹地板，又要照顾小孩，又要照顾公婆，是不是很累？这些动作你可以省略掉的，就是你可以就是叮一叮就可以吃我们爸爸福利的美食。而且我看这个分量，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手上的是甘胸，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宫保，我觉得你们是把干片放进篮子先，因为 Steven 很厉害吃的。OK， 然后介绍宫保，来介绍宫保。我们有美食，我们还叫饮料，饮料我们挑什么？来，我们这边有新品上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人拿一包。哎，你是什么颜色啊？你是哪这个颜色？配一配你的颜色。哎，我是什么颜色 ？Orange color。来跟大家看一下，哎，虽然它美啊，它可以做我们这个连这一个蔬菜果汁这个代言人都可以给它做。而他手上拿的这个是 carrot and orange 的这个刚刚新进的野菜生活的果汁蔬菜果汁 ，OK， 收这么久对不对？而且这个啊，你是包装的哦，你不怕今天你就是把它 blend 了之后，明天要喝完，你这个买了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你下个星期喝也可以的。我跟你讲超好，而且像刚才这个伊丽讲的，没有这个 preservative。也没有color，也没有sugar， no added sugar。对，小孩子吃其实是很健康的。对，我们刚才已经研究了，哎，大人如果你要的话是吗？你就可以买给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就可以喝了，就可以快高长大？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它里面的蔬菜哦，你看到都是很多。protein 14个对，有 carrot 啦，它最主要是 carrot 啦，最主要是 carrot， 你看 spinach 啊， pumpkin 啊这些啊，还有 onion 啊， celery 这些全部啊， celery 这些全部都是健身减肥的人可以吃的，可以喝的，所以我跟你讲，你可以买一箱回去，你可以买一打回去放在冰箱，一家大小在那边坐在那个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喝的，对，不要紧。我又跟你不是很熟，等下不可能两个人同时同一包，哈哈哈哈。不，等下你男朋友吗？等一下你男朋友砍掉我，我跟你讲。那我们来这里。要拿到一包吗？对啊，你可以选一包。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们要试喝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特别嘉宾不要这样亏待他了 ，OK？ 要 Steven 一个人喝完三包，你知道我是大胃王来的。那我们这边有介绍这个东西呗。然后我看伊丽莎来到0.9先，他已经是先逛了一圈了，他就讲这个超好吃。来给伊丽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哪一个？你个人呢、啊？因为一定有一个口感是你最喜欢的。其实我个人呢，不要太官方讲，我三个都喜欢。没有，我个人呢最喜欢它的新品，它的这个 barbecue grilled chicken。为什么？因为它的肉。你一选就选高级的那个，你看不起这个，我就选它。你知道什么？高的就选这个，高的；矮的就选这个，矮的就选这个。OK， 哎，你再继续讲一下，来，我们这个 BBQ grilled chicken 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要选喜欢它？它特别在于呢，它肉质是非常的大块，因为平时我们买这种、外面卖这些。对，就是看过去照片很大，照片看过去很大，然后你一看就哦这样小。你来跟你的手掌量一量。噔噔，你看我的手掌，这个是我们的，是不是？是不是跟我的手掌比 ？Hello， 哎，跟他脸比都可以比。对，那嚼劲。我们有腌制过的那个肉。所以刚才我就讲，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咬下去的时候，它很 juicy。它有肉味，它每一个味道啊，它就在每一个我的牙齿缝里面，你知道吗？到现在我没有在吃啊，我在那边磨一磨我的牙齿啊，它还有味道存在，你知道吗？所以它味道可以浓到这种地步，这太好吃了，这个真的太好吃了。你再沾一沾那个酱，就刚刚好了。嗯 ，K 丽丽沙爹多少钱？刚才已经回答了哈，来，哦，这个真的很好，一样，零分的话，这个可以十分。因为那个西餐那个肉很好吃，所以我忘记我的阿莫西 ，sorry。它的奶香味哦，我可以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长留在我嘴巴。它奶香味很重，我喜欢。而且你放进嘴巴，它这个入口即化，你可以感觉到，虽然它是一块块，有点像布丁，可是它放嘴巴入口即化，你的每一杯哦，就含有500 gram 的这个蛋白质。啊，我们开箱这个就拉。因为这今天我们本地品牌，我们再 recap 一下哦，我们有本地的沙爹，你看本地的沙爹，再加上本地的纳西人曼 chips， OK， 来我们开这个，好不好？它是沙爹纳西人曼 chips 哦。我跟你讲，这个我很期待要开它了，我不知道纳西人曼的 chips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哦，可是我是嗅到热曼口味的，会辣，这我再试一下。辣。那是什么？没有，它咸，我知道它很咸，呈现那个丁木的味道。我不知道怎样去呈现那个丁木味道，所以我感觉它是加重那个伊甘比利色味道，花生有炒花生的香味咯，炒花生香味还有伊甘比利色味道。那其余的你问我啊，它什么口感？咬起来厚，厚厚一片，咬下去你就可以听到声音 crunchy crunchy 的，但是。好吃，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你问我早餐可不可以吃，我说早餐可以吃，不过分。很多人讲说，哎，早餐会不会吃的很，就是很胀。我讲不过分，这早餐可以吃，你不需要跑去卡家可以吃，因为一觉醒来啊，晚餐现在，比方说你晚餐宵夜，你看我吃什么，你很想吃什么，马上下单0.9这边 ，OK。然后我今天我给这个满分。再加一分，因为酱料11分 ，OK， 满分10分我给11分，一起放。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谢谢哦。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鸡扒，有我的吗？哎 ，Christine Chen， 鸡扒，你问我的话，西餐的话，我觉得说我的这个 BBQ 的好吃。我个人我喜欢 BBQ， 我喜欢 BBQ 鱼豆腐，吃起来根本就是鱼饼，就是感觉就是整条鱼在一起扒就是了啊。好，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讲，谢谢 Elite。冲的昂刀刀，我们今天在不冲的昂刀刀 ，OK。很多人就问我说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在直播带货来卖货的，但是今天我不卖，我今天要找一些好心人，就是帮我 share 这些群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多只可爱的小猫咪 ，OK。它其实也不是小 ，OK。但是对我来说，因为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它就是非常小。这几只猫咪呢是非常可爱的，而且好不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帮我 share 出去 ，OK。条件很简单，如果你有兴趣想要领养的话，当然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你的背景，你住什么地方，你到底是怎么样给他一个环境 ，OK？ 因为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给这个领养之后，然后我们又不能够去探望 ，OK？ 最主要我们并不是完全送出去之后，领养出去之后我们不理的，我们一定要小白要找一家可爱的家人，就是有爱心的家人可以领养他。谁要领养小白的，你马上就写上我要。首要条件呢，就是你一定要是在 PJ， 一定要在 KL。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志工，我们的这一个 Dester 呢，他会去探望你们家，偶尔去看一下小白，因为始终小白是他一手照顾到大的。你知道，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出去啊，找人家领养是一件很不舍得的事情。但是，我是希望这一家人可以付出更多的爱心，因为 Dester 他很多只猫，他不是只有照顾这5只罢了，他很多很多只，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大家以大家的力量帮 Dester 帮小白找到家人，好不好？帮我 share 出去好不好？李啊，新松沙啊，杜秋贤啊，邝明辉啊 ，Emily Poon 啊，还有青荣英啊，邱燕老啊 ，OK， 邱燕老 ，OK。如果你们几个没有赢到不要紧，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六份套餐。同时间呢，今天凡是有留言的朋友，我们老板娘有送多少%的 discount 啊？20%。如果你来这边吃的话是吗？如果你带你的家人朋友啊，带你的毛孩子，哎，毛孩子我们没有 supply food 的哈。OK， 你要到我们这边，如果你等一下来这边的话，福雪林，如果你来的话，我们有给20%的优惠哦，给你用餐哦。来 ，Ada， 谢谢你。OK， 来我看一下啊。橘猫特别贪吃的，哎，巨蟹，你有橘猫是吗？你的家里有橘猫是吗？你家橘猫也是特别贪吃是吗？有狗狗吗？我们暂时今天没有狗狗哦，我们下一场有可能我们做是有狗狗的。嗨 ，Panda， 我们熊猫跟猫可不可以就变一家人呢 ？Panda， 你有没有想过要领养呢 ？Panda， 嗨，青荣英，对，继续写下来 ，Love 广多多。同时间呢，我还有一只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它可以爬上人家的肩膀的，哎，它爬上他肩膀嘞。Hello， 哎，这次很厉害表演呢，你看很厉害表演，394个人在观看我们的直播，耶、yeah, ！我们今天一定要庆祝啊、哦！394个人在观看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我叫 Steven， 我叫 Steven，OK，、okay? 我谢谢大家，谢谢 Christine， 谢谢 Dexter， 当然也谢谢我们的老板娘，龙道道老板娘叫 Nicole， 盛情赞助我们这个套餐给我们的幸运儿，好心有好报。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继续分享出去，因为就算我们在下播之后，我们已经没有直播之后呢，这个 V
video 还是在全在的，你可以帮我继续分享出去，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五只猫咪的全在，到时候有搞不好你一个小小的分享呢，就可以帮他们找到他们的家人，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希望我们下一次还可以再做直播跟大家见面，好不好？这时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今天没有冲上100个人数的话，我名字倒过来写。哎呦，我的名字叫 Go Steven， 好不好？我不叫 Steven Go， 我叫 Go Steven， 好不好？ Okay. 来，如果今天你还有什么不明白，你想要了解关于我们这个营养餐的东西的话，是吗？你可以留言，你可以留言，因为我的后台有小我的小编，我的小编，我的助理们呢，他们会帮忙回复你们这一个信息的，好不好？来 ，Harris， 我们今天呢首要条件，我们今天1.2块。吃一餐那些了吗？高松都要1.5块啦！现在1.2块哪里找？1.2块去哪里找？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前面看到这一道菜啊，你看这一盘啊，这一碟啊，就是1.2块，就是1.2块。Hello， 1.2块来，我们现在一共有28个人在线上观看了吗？上帮我分享各大群组。Hello Christine，Hello 汤辉气 ，Hello 汤辉气，大家好，大家好，帮我做 share， 帮我分享一个群组也好，两个群组也好，三个群组更好，四个群组最好。五个群组最最最最好，电幸运抽奖，好不好？好，先幸运抽奖。现在我们人数已经冲到126个人了。来，我们的 Cassie 可以帮我们 share 去各大的 WhatsApp group 啊，全部的 group， 哎，叫 private group， 全部人出来看，好不好？叫请搞全部出来看，好不好？来线上呢 ，Hi Christine，Hello Jet，Hello Jet，Jet， 你打上1212，但是哦，你还没有做 share， 马上做 share 好不好？记得要马上做 share， 你看那个荧幕上面哦 ，Christine 的名字，它就是。Sharon， 所以他就有机会可以赢取我们这个 Lucky Draw。我们的幸运抽奖1212，打上1212 Lucky Draw， 我们先送什么？先送哪一份？我们先送这个 Roasted Chicken Breast Cajun 这一份呢、啊，它的普通的价钱是13令吉90仙，对 ，13 ringgit 90 cent。现在我们送，好不好？送，现在滑手机，滑手机，还当回去，你一定要做 share， 你还没有做 share， OK， 你怎样做 share 呢？你看啊，有可能你没有把你那个 pause， 我们的直播这个 pause 呢公开。公开，你放心，刚才没有引起任何一样东西的朋友啊，像 Christine 啊，还有徐英啊，还没有引起，不要紧，不要紧的，因为我们还有四份 ，OK， 留守我们的直播间，留守我们直播就有好砍头送给你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送更多的资讯给你。现在，如果你刚刚，嗨，再送啊，再送啊，直接再送啊，现在不要，你要直接再送，好。老板就直接再送，我们就送，好不好？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线上只有50份鱼肉的，50份鸡肉，因为我们今天总共卖出100份，好不好？那50份鱼肉，我想告诉大家哦，50份鱼肉卖完，我们就没有再卖鱼肉的了。对，你快点去那个链接，你去下单，快点抢，你去下单，你下单的同时，你在那边 remark， 你记得啊，你要写上 I want fish，OK？、Okay? 你要写上 I want fish， 一个人可以买一。但是已经拼了那个 comment 好不好？你拼了那个 comment， 那你就进那个网站连接，进网站连接马上下单，1.2块罢了。当然你也可以同时间，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其他配套也是超级优惠。如果你今天没有抢购到1令吉20仙，我跟你讲啊，这一餐啊是1令吉20仙，万一100份我们卖完了，哎，我先跟你讲啊，现在还100份还有啊，有几个人买了 ？How many people bought already? Let's we update them, okay?How many people bought already? 要买鱼肉先，为什么？鱼肉原价多少钱 ？Harry， 18.9一份。18.9一份 ，Hello， 18.9一份的鱼肉的这个套餐，我们这个套餐18.9，你现在可以以1令吉20仙，一共有50份，现在剩下45份了，因为全部鱼肉很快给人家抢光光了哦，快点抢，现在马上抢，现在可以下单了，现在可以下单了，不要等了，现在不要等了 ，OK？ 点击链接，第二。份好不好？送出第二份，写上1212。Harris， 用你的性感的眼神去瞄一下人家，让人家听他15至20分钟，15到20分钟。我想告诉大家啊，其实我在家里也是有吃 Teambox 的，我没有到二十分钟这么久，我只是15分钟罢了。因为我的那个锅很热，我都很热，所以我通常15分钟就可以煮完一餐。哎，我想象啊，我平常如果我要这样子煮啊健康餐啊，我要做什么动作？我一定要去菜市场买菜，对，要不然我一定要去 supermarket 买菜。那买菜哦，我跟你讲哦，那些。broccoli 哦，不能够收久的，对，
很糟糕的，每一次买了一下子它就烂啊，它臭啊，而且我跟你讲啊， broccoli 如果不新鲜的话它发臭，对，这个它会臭，臭好像臭蛋那种臭，你知道吗？对，臭鞋臭袜那种臭。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 frozen， 来，你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厨师听说是五星级酒店的厨师，是好不好？五星级酒店，哪一间五星级酒店？ Sheraton Hotel。 喂，你不要开玩笑哦，讲完 Sheraton Hotel 了哦， Hotel， 你提名 Sheraton Hotel， Hello，你现在买这一舱啊，如果你没有买到一零级二十鲜是多少？一个 C 呢是180 gram 至200 gram。哇，180 gram 到200 gram， 你知道在市面上价钱是多少？你知道吗？对的。Hello， 你这时候就是抢到赚到，所以呢，你现在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page 这边直播间的下面，你看它不是有一个 link， 它有拼了一个 link 在那边，你们马上去抢购好不好 ？Central Kitchen 哦，你看这一大片呢、啊，你看。哎呦，比他脸还大，好不好？这一包呢，你看是真空包装，好不好？无菌真空包装哦，无菌真空包装，超级健康的，好不好？来，线上还有谁在帮我们？线上再帮我们 share 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 Harry 到底怎么煮的，好不好？ Harry 怎么煮的？我们多的朋友有个人刚才 miss 掉，没有看到，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Butterfish 哦，这么厚，是煮过了的哦。Butterfish 中文叫什么？我们叫白鱼牛鱿鱼，啊、鱿鱼真的、啊、鱿鱼啊，白鱼或者鱿鱼，真的叫牛鱿鱼啊？不是不是不是牛鱿鱼，白鱼，白鱼啊！吓到我，这、啊、我跟你讲，黄鱿鱼啊 ，butter 是黄油 ，butter 是黄油，所以我是直接翻译过来。哎 ，butterfish 叫什么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帮我在底下留言一下吗？哎 ，butterfish 叫什么啊 ？butterfish，hello，butterfish， 大家知道的话、啊，帮我留言一下好不好？我们鱼肉不是剩下很多了，已经好了，来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分量。哇哇，好大份哦，超大份哦，刚刚那一份超值得，超值得，一零级二十先爆了吗？真的哦，真的是一零。我们现在已经，我跟你讲，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直播40分钟了，我们还有差不多20分钟，我们还有哦 ，Mansa， 恭喜你刚才赢进去了 ，Eva， 哎，马上帮我 tag 几个朋友进来看好不好？ Iva， 对，帮我 tag 几个朋友一起进来看好不好？帮我 tag 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我跟你讲啊，我们虽然有这些锅在前面，但是我们这些锅啊，并不是需要很有知识怎么煮菜的人会可以用。为什么你知道只会煮滚那个水？对，然后煮滚那个水，煮滚那个水，水滚了就把它多东西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啊。只是 steam 罢了， steam 很容易，而且还是可以保持它的营养都锁在里面。对，所以它并不是会吃了之后硬硬啊，还是不新鲜啊，因为它是直接 frozen 的，好不好？而且 frozen 有一个好处 ，lockdown 的话，没有 lockdown 的话是吗？你可以放在冰箱多久？一个月。Hello， 一个月咧，你可以买一整个月的啦。一整个月，我跟你讲啊，多少钱一整个月的 supply？ 我们现在一餐才90级98鲜，平均90级98鲜呢。而且90级98鲜里面有包含了鱼肉的咧。对 ，Hello， 现在这么值得的好不好 ？Hello， 谢谢 Nicky， 谢谢 Nicky， 谢谢 Mason， 来帮我 tag 一下你们朋友好不好？帮我 tag 你们几个朋友。我们也。